您好，马上就是这个楼道要做核酸了，我告知一下，我是居委会的，好吧，告知一下你那个，等一下就去做核酸，好吧。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好不好？昨天民警也来过了，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合理合法的正当理由，国家允许的，好不好？这些都是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，我有录音录像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把话讲到这个地步了。但我今天因为小区做核酸，怕你不知道，我再次上门告知你一下，全员核酸。明白了，我知道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也是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，好不好？啊，可以。好的，谢谢。反正我告知了，我做到了。今天我再次上门要求你做核酸，是不是？好，你做到你的，我做到我的，好吧？好，可以，做到就可以了，谢谢。啊，您还是不做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有血表的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本来就身体就很不好，自从去年1月份搞到现在，知道吗？好，王友美，因已涉嫌拒不执行紧急状态决定命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82条之规定，现传唤你于2022年4月4日12时前，到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三圣一级园居委会接受询问。我们先依法带走，现在。我们这边他没人，我也跑。